好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我们这个 NBA 绝对巨星。那今天招募也是有特价哦，前八次八折，前八次我打八折哦。那八次的话，那就是80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李白这次又要升一下我的那个塞尔提克的双箭头，三巨头。那个 KG 跟 PS，那我们就要把它抽，再继续升星，然后升星，看有没有机会升到八星以上啊？因为八星的话，它那一个专属时刻才会打开三个部分嘛。那我们就准备了255张，255张，然后我们这个 SSR 呢也是225张，它也是有前八次八折的记录哦。折扣啊，不是记录哦，折扣。那球星招募也是有，它就全部都是啊，只有普通招募没有。好，那普通招募102张，那我们就先从这里开始吧。好久没有抽了，然后因为说真的，现在都在复课中，然后复课中就是找自己喜欢的球员去升星哦，增加一点自己的球队的战力。那当然我们要抢的话，还是一样找自己可以组合，像李白组合就是波士顿三巨头嘛。那现在那一个转会的地方也很少出现那个那什么 Allen 哦，雷阿伦，那也很少出现，不知道到底还有没有啊？还是会更新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就继续等啊，然后那我们的。等下，先来看一下哦。那我的约人呢也八星了哦，八星了。那也是用转，就是靠那个转会的地方去兑换来的哦。那我们的现在就是要升一下我们的 PS 跟我们 KG 哦，KG 让他看可不可以跟约人一样升到八星啊。哦，那上一期的 TMac 然后就没有抽了哦，因为。说真的，就算他是 SG 的嘛，就算他升到再继续升，抽到五星还是六星，他也是比也是换不了，也是上场不了，就只能再替补。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先发开始升星啊，补一下星数啦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开始了，先从普通招募开始，然后一个，等一下会很快哦。两个，那这一次这样会不会到最后上次抽完 TMAC 的会有点心情不是很好啊？因为上次没有特价，这次居然特价，它特价时间好像也没有在官网 FB 那边讲，给你个惊喜啊！那这一次是那个。新球员马汤姆，我们的主攻王啊，但好像官网到最后才说，也没开始预告。好，那轻轻松松啊，也普通通就把它抽完了。好，那我们球星招募开始啦，那我们就先快速带过了，好吗？先来。十抽，wood，那我们就用这些了。Smart，乌，John Morant，莫兰特，Morant。哦，这个是 Bruce，那是 Bruce 的一个。哦，Paul George，PG，安德森。
Red 巴奈特。说真的哦，真的是他摸不透他这个，摸不透他这个那个几率，然后，哦，有最后一个了，还没有。利拉德。要比谁？卷毛狗？那场无限期竞赛呀？现在好像越抽越没有什么感觉啊！绿片啊！哎，不会吧？哦，来了来了，书童不可。又来一个了，Sabonis 被也是被那个谁，那个我们的 Green 踩肚子那一位啊。那是很夸张，打球还是打人啊，对不对？库兹马，那这个也没许 Curry 出来啊，可以给我另外一只 Curry 吗？欧尼尔。封城玫瑰，莱昂、安德森、克里斯波尔、艾文啊，在比赛中被自己的队友坐脚，做到受伤了。Mitchell，他怎么是犹他的啊？不歧视吗？有时候真的哦，有一些球员真的玩不到，像我们2022年之后的都玩不到，什么乡村曼巴那一些都没有啊。官方到底什么时候会释出这一些？SRR 级跟 N 级的那个球员更新，对不对？叫更新一下，让我们可以组那个，可以拍片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新的球队都那一些球员都可以拿出来玩，这样才一整团是都是现役球员嘛，是不是？Jimmy Butler。哎呦，IG 出现了，Ingram，五次两支呢哦，难得啊，就有时候当我装上麦克风的时候，背景音乐变小声呢，是因为我转太小声了。我这个招募这么多啊，300多张。补一下星星啊，星数提升一下，我战力好像快超过9000万了。有来自哦，Gary Payton Jr.。这个是 DeRozan，
可罗子好像也要转队了，是不是？也还没有下家，还没找到。Can you Martin Junior？很多啥？Image。兰道夫，兰道夫，兰道夫。Any green？ 还有谁？是的 ，Evan Porter Jr. 有那么多啊 ？Second。没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 SSR 限定我们的 Cavern 跟我们的 Luka Doncic。但是我的 Cavern Drain 好像已经满新了，对啊，满新了，那可以拿来开第二专场的素材，第二手臂位置的素材，所以我们就给它抽下去啦。然后前八次八折。又是 SR 那么多啊，好嘞，阿德巴尤，阿德巴尤经过去年的老八传奇之后又更强，不会吧 ，Nurkic 是被那个 Green 三巴掌那一个啊，假装转身挥拳，笑死，当作是没有监视器哦，这样也可以打。诶，不会吧，你不要再一直给我 SR 了啦 ，SSR 该来了吧？你前八个八十抽什么都没有。我是 Tim Hardaway Jr. 我打卡，哇，前八次没了，你这都给我 SR 的呢，喂，你不要闹了嘛，哎，最后一场拉尾盘啊 ，Luka Doncic 出现了。会一啦一来再来一个啊！我的 SR 来太多了吧，别闹了！别给我那么多 SR， 你给我一个 SSR 就好啦。欧盟 ，Paris， 欧洲区，亚米纳里。哇，这几率越来越低的感觉啊！抽越多是几率越低，是不是？因为哎，怎么这样啊？花城都是 SR 的天下，你要变成？真的快！我讲 fight， 我东西又来了，这个应该也是保底的啊。我一次来两只哦，不错哦，看来可以把它处理到满星好了。最近得分王啊，哎，不是得分王，得分王是他吗？连续两次有奖有机会，
再来啊。Blues 那么多啊，颗粒大春雷，欸，不会吧，就这样一闪而过，什么都没有，三个卢卡。好嘞，255抽开始，我们先抽255抽，我们就给他250抽好了啦。前八次八折，看前80抽 80抽有没有机会得到。哎呦，怎么都是这些看的都腻眼，那个刺激的。哎呦 ，James Harden。Walker， 哎。我要红色的啊，帮我升个星嘛，别这样好不好？哇，我的天啊 ！Blade， 我被暗器了呀！补心术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前80抽给我这些，都已经快满星的 NR 跟 SR 了，好不好？哇，不会吧！八折都快过了，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？喂，你不会吧？至少80抽来一个啊！没了，上面都没啊，真嗨！哎，这个这些金矿 MB。该来了吧？嘿，哎呀，好火！我靠，不会吧？你真的给我保底哦？妈的，还有40抽保底耶！果然一开始是让你爽的，所以他一开始在抽新卡值上市的时候是真的是大放松。他妈真的给我保底哎、欸！确定要保底吗？还有20抽啊！哦，你看我的宅保底前十第二十130抽出现了，140抽出现了，
可以哦。虽然南北送，但是一次来两个，真的是可以啊。可以哦。会连一拉二，连二拉二啊，连一拉一，连二拉二。果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很容易一次来两个哦，后面就不见了，真的很烦呢。90，哎呀，再40好了。20，30，啊，至少20，后面这20抽来一下吧。来那么多 S 啊，是这是30吧？哦，对啊，哎，没了，可以了，40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抽到这里的啦，后面几率应该是有点难看的哦。那刚好在140抽的时候中两个。那我们就来给他升星啊，剩下的51抽我们再玩起，再抽其他的，然后先把它升一升。内线组织者进攻万花筒，进攻万花筒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哈。那下次再抽，看有没有其他的帕克啊，还是其他的那个皮盆啊，再来继续升星补星数。然后，好，这里是李白，我是频道，我是李白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。大家拜拜。